你敢接受风，一直放袂落去。相信为你心内对你还阁意外，只是你即马继续知影。 这个问题，伫咧我接受你感情之前，我就想甲最清楚啊。当当你对我好，支持我决定的时阵，拢互我更加确定，家己是介意你的，嘛互我更加清楚，我想要重新找到爱的决心。这份心意，从来毋捌变过。 啊，若是讲到少峰。 因为我看到一个人想要改变的力量有偌厉害，过去的伊讲有偌恶质的偌恶质，啊，毋过破灭以后，伊变善良啊。伊的主动对囡仔付出关心，嘛会因为想要顾虑着别人的心情，惊别人烦恼，隐瞒家己的病情。虽然这毋是正确的态度。 啊，不过伊的心意，我会当理解。想袂到伊会为着要救我，不顾家己的性命跳落去水内底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所以我无法都不管伊，我是真心希望伊会当继续活落来。你敢知影？你笑起来其实足够水的。 姐，哪会遐尼紧啊？大概找拢比比较笑尔，十分的话，伊甲一百分的话，伊拢共款。其实我毋若紧尔，我的巴肚骨就酸。每一个查甫人拢共款，伫咧大家介意的查某囡仔面头前，拢有过一个班，表面上讲无要紧啊，你想要哪做就去做。也毋过事实上。 是看到你为着叶少峰的代志，真了紧张，我就烦恼。烦恼你敢知影，就是真了要紧。烦恼你敢唔敢甲我讲？是的，是的啦。我一直认为你做了解我，所以拢无甲话讲好清楚。因为少峰的状况是关系着性命危险，我无法度遐尼自私，拢想着家己的代志。 所以我只会当先救少峰，确定少峰有救以后，我才敢外头考虑家己。因为少峰的状况是关系着性命危险，我无法度遐尼自私，拢想着家己的代志。所以我只会当先救少峰，确定少峰有救以后，我才敢外头考虑家己。时节，听你安尼讲。 够了，干什么？今天碰见我，看到你抱叶少峰的时阵，我个动作我要失乱了。其实应该讲，失恋人是我，是我把你搞断想的，歹势。 不要紧，我腹肠真大，你请我食饭小肚。你腹肠遐大着，我当然嘛请你食饭，而且佮食一世人饭。你是讲真的，还是佮你假大方啊？你上好莫佮甲我开啊，好哩。你莫安尼甲我堵啦，行啦行啦。你让我开看卖啊！我袂，咱继续食饭啦，我想要食麻辣锅。食牛排啦。